切西瓜游戏，选乐迪还是小爱？我选乐迪。不行，你必须选小爱。你的身份是西瓜，变。我不想当西瓜。选曼多拉还是叶罗丽？我选叶罗丽。给你羽毛球拍。耶，太好了。选公主裙还是水晶鞋？我选公主裙。恭喜小贝选到寒冰射手。我没听错吧？变。选喜羊羊还是灰太狼？这还用问吗？我肯定选灰太狼了。恭喜黑暗魔王选中炸弹，你要想办法搞破坏，不能让西瓜游戏成功。哈哈，你就看好吧。选熊大还是熊二？我最喜欢熊二了，我选熊二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恭喜熊妹选中隐藏卡片，你的任务是保证完成任务。球拍和寒冰射手的任务是切西瓜，炸弹的任务是消灭西瓜。游戏现在开始。我也要玩。那你当炸弹吧。转着转。大宝选中寒冰射手，寒冰射手小贝前进一步，炸弹可可冰冻。啊！炸弹可可被冰冻，可可淘汰。这么快就被淘汰了。可可，哥哥替你报仇。转着转。转到炸弹，炸弹黑暗魔王可以使用技能。哈哈，终于到我了，羽毛球拍寒冰射手我炸。啊！什么？小雪竟然没事？球拍有阻挡炸弹功效，小雪技能冷却五分钟，游戏继续。千万不用转到炸弹。转着转。啊！怎么是炸弹？哈哈，我要赢了，你们切不了西瓜了。不能让黑暗魔王获胜，我拍。球拍熊妹拍走了炸弹，游戏继续。奇怪，熊妹明明没转转盘，手机怎么没阻止她？太好了，小雪姐姐，我们两个都是球拍，这下肯定能切到西瓜了。转着转，停。球拍小雪技能冷却中。转着转，停。啊，怎么是熊妹？熊妹的技能也冷却了，肯定切不了西瓜了。小雪姐姐，你错了，怎么是炸弹？因为我是卧底，我的隐藏任务就是用炸弹炸西瓜，现在看我的吧。球拍冷却时间结束，太好了，我切。耶，我们获胜了。小贝、黑暗魔王、黑暗可可，快来吃西瓜。真好吃。我不服，差一点我就赢了。小雪姐姐，我们再来一局。好呀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这个游戏吗？我们下次再见。